大家講，教協會會盡我哋嘅全力去推動我哋嘅會員教師喺佢自己崗位上，要拒絕施行灌輸式嘅洗腦式嘅國民教育，亦都希望大家支持。如果發現你嘅子女嘅學校有老師係因為抵制國民教育科，要抵受學校嘅壓力，要抵受辦學團體嘅壓力，尤其是係要抵禦教育局派落學校嘅工作組嘅壓力，希望都得到你哋嘅支持，好唔好？如果唔黑劍唔撤回國民教育科，就請佢下台。多謝大家。我哋教會收到一位，我哋見到呢幾日高官係講咗好多謀論，由黑劍局長不斷去聲稱話，佢一直係有做過諮詢，到佢同我哋去同政府同傳媒講話，今日嘅遊行人數並唔係佢考慮之外，但係我哋今日嘅遊行就係要話俾黑劍，就係要話俾黑劍聽，我哋必須撤回國民教育法例啊！我哋見到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科嘅時候，曾經係有好多嘅人係提出過話，不如有啲小修小補。但係學民思潮會同廣大市民堅持，九月前政府必須撤回國民教育科。政府立即撤回。不要小修小補。不要小修小補。不要拖延押後。其實今日政府是必須反思，為何在一個暑假裏面，明知一班學生包括我自己，我們還要補課，一班家長在暑假的時候還要湊住自己的小孩子的時候，但是今日大家都不知道遊行起行的時候天氣還好熱啊，差不多是30度，但是一班的市民依然是無懼太陽的炎熱，我們都站出來，就是因為我們希望去捍衛下一代的思想自由，我們每一個市民我們都愛香港愛國，我們希望我們香港的下一代，我們的孩子還有思想自由，我們學民思潮希望黑劍去反思，為何他上年推行了一個假諮詢之後，今時今日在距離國民教科推行前一個月，還有這麼多市民走上街頭要求撤回國民教科，黑劍必須檢討，必須反思，黑劍下台，下台，我是黑劍，大家下台，黑劍下台，黑劍下台，黑劍下台，是我們最後，但是很簡單，學民思潮會同所有市民堅持九月前立